的基本上有500辆。一千还值500辆，保安。哦，那前面那里面还好多哈。全进来。两千都有哦。你唱的是？你唱的还讲啊？说话平时慢出唱，我说话累。你这慢的。唱到没人累啊？听听。哇！今天接到物管通知，终于可以停车了，水都抽干了，下去看看。现在已经能够进入到停车场了，感觉到这里进入一个世界末日一样，地上什么都有，还有积水，连洗衣机都有，这个就很难明白了。然后这些车呢都会慢慢的会一台一台的拖出去，因为现在卡住了在这台车上，这台顶住了门口，然后昨天那台门口的那台别克已经出去了，现在哎呀头都大了，我表妹那台吉利也在那里。闯祸，里面味道太浓了，然后拖车还没到，我们先看看刚拖出来那台3系吧。哎呀，明明一台3系的前杠可以拿去盛田的，但没办法，拖出来的时候环境实在太恶劣，直接弄坏了。哎呀，好可惜，好心痛啊。你睇个钱啊！你睇个钱啊！哇，两个钱啊！我屌，你有都有噶！哎呦哎呦哎，死啦！哇，钱啊！屌，呢啲好睇啦！哇！你看，龙舟都跑出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广阳路啊，直播啊，现场，你看多厉害！这条广阳路，你看，啊，烟的。在这场淅沥沥、哗啦啦、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松弛那样的轻轻下？我就像那一只命中的小鸟，努力挣脱，冲向蓝天怀抱，勇敢地张开双臂，闭上了双眼，远方离我。
你那个玻璃去哪里？